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在南北朝的时候，在南朝有一个姓仲，叫做仲平的年轻走方郎中，和他的老母亲相依为命。他的医术是小时候上山玩耍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游方的道士，看到他资质聪颖而传授给他的。道士告诉他，行医的宗旨是治病救人，而不是靠此敛财。因此他成了一个热心肠，一心就想着治病救人，遇到有钱的治好了病给他诊费，而没有钱的他往往自己贴钱救治。因此行医多年，他还是非常穷，一直没有人家的小姐愿意嫁给他。因此32、33了还是一个单身狗。久而久之，他所住的大山里面的药材让他采得差不多了。为了采到更多的草药，他这一天和母亲说要去远一点的山里，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来，辞别了母亲，背上了药篓，仲平就来到了距离家百里之外的一座高山上。果然这座山山高林密，有很多平时都见不着的草药。仲平欣喜若狂，用了一天时间采了满满一篓药。就在他高高兴兴下山的时候，突然在路上出来了五个长相奇特相貌凶恶的人，拦住了去路。虽然相貌凶恶，但是这五个人却非常有礼貌。为首的一个人是一个大圆脸虎背熊腰，一脸胡子，而且很奇怪的是皮肤上都是斑纹，面貌凶恶。这个人对着仲平深施一礼，说来人可是仲大夫。仲平一愣，连忙回礼说正是在下，不知壮士寻我何事。壮汉说，仲大夫，我们是五兄弟，我们的娘亲生了病，吃不下睡不香，我们兄弟五人不怕您笑话，都是酒囊饭袋，无人通晓医术，只能干着急没有办法。后来听乡人介绍说，百里之外的深山上有一个仲郎中，乐善好施，是一个活菩萨，有病必医。因此我们兄弟想去请您来此行医，但是不成想真是太巧了，苍天让您自己来到了我们的山上，请您不要推辞，救救我的老母，我便有重谢。仲平一看他们兄弟殷切的眼神，又如此孝顺而且有礼貌，便说救人性命要紧，烦劳几位速速领我前往。说完，花脸壮汉让下手一个络腮胡子的壮汉背起仲平。仲平不肯，这壮汉说，先生不必推辞，您有所不知，我们兄弟都有异能，力大无穷，翻山越岭如履平地，我背着您比你自己走得快多了。仲平不再推辞。果然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个山洞里。仲平奇怪，怎么有人家不住茅屋反住山洞。进入洞内，有五彩的宝石和火把，把山洞里面照得如同白昼。一张水晶床上躺着一个50来岁头发花白的老妪，正在痛苦的呻吟。仲平低头轻轻地问他，老婆婆，我是郎中，您告诉我您哪里不舒服。老太太痛苦地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嘴，张开了嘴，原来在喉咙深处卡住了一条很粗的鱼刺，因此老太太痛得呻吟不止。老太太的喉咙比较细，嘴唇又非常长，用一般的办法显然是不能取出鱼刺的。仲平就问兄弟五人，房子里面有没有醋。其中一个儿子就从后厨拿了一大碗醋出来，仲平让老婆婆张开嘴，自己用荷叶做了一个漏斗，
一点一点地把醋倒在嗓子里面的鱼刺上，把一整碗醋全部倒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鱼刺软化了。这时候，仲平又用铁线挖了一个钩子，伸进老太太的喉咙里，轻轻地取出了鱼刺。老太太摸摸嗓子，非常高兴，让五个儿子跪下给仲平磕头，感谢他救治之恩。仲平慌忙把他们扶了起来。这时候，仲平又问他们家里有没有面粉和土豆。几个儿子从后厨又拿了出来，仲平就做了土豆苏打饼，让老太太就水慢慢服用，中和刚刚喝下去的醋。经过他这一来，老太太不一会儿就恢复了神采。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根长长的金羽毛，还有一颗金蛋，作为感谢送给仲平。仲平怎么都不要。老太太说，恩公，我们不差钱，这是我们山里人的一番心意，请你一定收下。仲平便收了礼物。老太太又介绍说，我们深山住户，我是疯老太，这个花脸是我的大儿子叫做胡大，这个络腮胡子是二儿子叫做生二，这个麻子是老三叫豹三，这个长脸的瘦子叫做狼四，这个圆脸的矮个子是老五叫做毛五。别看他们长得其貌不扬，可是个个身怀绝技。说完，老太太又送给了仲平一个非常小的绿色哨子，让他挂在脖子上，对他说道，孟公啊，这年头天下并不太平，如果将来有人害你，或者你遇到危难之时，就吹响哨子，纵然千里之外，我和儿子们也能听见，就定然会来报恩相救，切记切记。说完，老太太让三儿子抱三背起仲平送他回家。这抱三真是飞毛腿，背着仲平下山上山好像长了翅膀，三下五除二就到了仲平的家，把他到家里再次道谢之后就走了。过了几天，县太爷的公子牙疼派人抬着轿子来到了仲平的家里，让仲平给他治疗牙齿。仲平用花椒给他止疼，帮他拔了智齿，然后敷上了止疼药。突然，这家伙看到了仲平家里的金蛋和金羽毛，便问他这是从何而来。仲平老实，便和他说了宝贝的来历。哪知道这家伙蛮不讲理，竟然让仲平送给他。仲平不肯，他说，这是我准备拿去卖掉，换钱盖房子赡养老母亲的，不能给到您。这花花公子悻悻而去。没想到第二天，他的老爹竟然派了公差来抓仲平，并诬陷他勾结盗匪，从县衙里偷了县太爷的宝贝金蛋和金羽毛，打入大牢，要第二天问斩。仲平非常委屈，在大牢里失声痛哭。突然，他想起来疯老太和他说的话，就吹响了脖子上的绿色哨子。结果不一会儿，疯老太的五个儿子就来到了县衙。这些差役们哪里拦得住这如狼似虎的五个人，不一会儿就被打得东倒西歪。为首的胡大和十二来到了大牢，十二力气大，居然一口咬断了大牢的锁，把仲平救了出来。然后鲍三郎四分别抓了县太爷和那个少爷捆了起来，毛五拿来笔墨写了状子，要押着他们去京城交给皇帝发落。刚刚走到城门口，却发现钦差张贴了皇榜，他们上前一看，原来是皇帝要招能人异士来完成六件大事，可以完成者将给他大大的封赏。原来这六件事分别是：一、听到千里之外仙山之上道长的话语；二、还要把皇帝的回话喊给道长，让他听到；三、要追上西域使者进贡已经跑出皇宫的千里马，
把他送回皇宫。四、挪开皇宫的假山。五、在假山下面的地道中取回被老鼠偷走的国宝夜明珠。六、给阵前打仗的大将军蒙海送一份加急书信，速度必须快过敌军的飞鸽传书。胡大看完之后就对仲平深施一礼，说：恩公，你去接了皇榜，我们母子祝你成功。仲平心存疑虑，心想这六件事都是闻所未闻，比登天还难的事，可以做到吗？但是看到胡大坚定的目光，便鼓起勇气上前接了皇榜。就这样，钦差押着狗官县令父子带着仲平就奔着皇宫而来。这一天夜里，他们在路上住宿，风老太突然来到了客栈，和儿子们会合。他对仲平说：见了皇帝，恩公就说，虽然你不能，但是你的五个兄弟还有你的婶婶可以做到，这时候就让我们替你完成。赶了几天路，来到皇宫之后，仲平见过了皇帝。皇帝看他一表人才，为人诚实忠厚，心中有了几分喜爱之情，便问他：朕的六件事情你将如何完成？仲平说：草民不才，但是我的五个兄弟和婶婶却可以办到。皇帝看他诚实，就说：好，这要看看你们的本事，你们一显身手吧。这时候郎四站在殿外，竖起了长长的耳朵，不一会儿他就进来对仲平说：三清山上的老道说，皇帝要把乐平公主嫁给有仲平，才能得到传国玉玺，你去告诉陛下吧。仲平进入殿内对皇帝说了。皇帝一听就对仲平说：那你传话给道长，问玉玺在哪里，何时才能得到。仲平来到殿外告诉了郎四。郎四对胡大说：大哥，你去问问道长。这胡大就张开大嘴，冲着三清山的方向用力大吼，然后让郎四去听。不一会儿，郎四对着仲平说：恩公，道长说在和你公主成亲之后，在皇宫的琉璃井中放桶下去，玉玺就会自然出现。仲平如实禀报了皇帝。皇帝点点头对仲平说：朕的汗血宝马几天前从皇宫跑了出去，你如何帮朕追回来？仲平出去告诉了五兄弟。这时候鲍三说：我已经闻到了千里马的气味，我这就顺着方向去追。你禀报陛下，三天以后我会带着千里马回来。仲平又回到了殿内。皇帝又说：你们到朕的后花园，那里有一座假山，真的国宝夜明珠被老鼠偷走，挖洞藏在了假山下面的老鼠洞里，你去想办法把它拿上来吧。仲平走到殿外告诉了五兄弟。这时候十二和毛五就和仲平去了后花园。这十二力大无比，抱起了假山就把假山挪在了一边，果然露出了一个老鼠洞。这时候毛五走在洞边，冲着老鼠洞叫了几声，不一会儿一个硕大的老鼠钻了出来，嘴里叼着夜明珠，却吓得浑身打颤。毛五取下了夜明珠放回了老鼠，把珠子交给了仲平，然后十二又把假山搬了回去。仲平拿着夜明珠来见皇帝，皇帝大喜，就说：这里有朕的一封密信要递给蒙大将军，但是敌国的军师却比我更早放出了飞鸽，递给前线他们的主帅，如果我的密信晚到，前线的将士们就有生命之危，你快把这封密信送到前线去。这时候仲平接过了密信来到殿外。这时候风老太接过了书信告诉仲平，
说自己去送信，不出半个时辰，蒙大将军就会收到密函，定然会大获全胜。说完，拿了书信就走了。第四天一早，鲍三带着千里马回来了。这时候，前线的凯旋战报也传来了。仲平带着喜讯呈递给皇帝，皇帝大喜，就宣布仲平被选为当朝驸马，今日成亲，娶了皇帝最喜爱的女儿乐平公主。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皇帝派人去琉璃井放下水桶往上拉，果然在水桶里出现了传国玉玺，皇帝欣喜异常，又要重赏驸马。仲平不肯接受，只是恳请皇帝把赏赐赐给天底下的平民，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，同时把自己的老母亲接到皇宫，自己已尽孝道。皇帝感慨万千，夸赞仲平优秀的品德，就准奏了。而这一天，封老太带着六个儿子来找仲平道别，仲平对他们母子也是千恩万谢。不过他很好奇，就问封老太：“封婆婆，你和你的儿子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可以完成这几件看似不能完成的事情？”封老太说：“事到如此，就不瞒着恩公了。我们是修炼千年的得道动物，我是凤凰，所以一振翅可飞十万里，所以可以不耽误皇帝的军情，送信到前线给蒙大将军。胡大是老虎，虎啸传千里，所以他可以把皇帝的问话传给千里之外三清山的道长听。十二是狮子，雄狮力大无穷，因此搬开假山毫不费力。豹三是豹子，豹子跑得最快，追上千里马也不是难事儿，而且马惧怕豹子，就乖乖地跟着回来了。狼四是一匹狼，狼可以听音千里，因此道长说什么他都听得一清二楚。毛五是猫，老鼠最怕他，因此他一发命令，吓得老鼠乖乖交出了夜明珠。仲平这才恍然大悟，说：“怪不得您母子六人相貌奇特，本领非凡。”封老太说：“恩公，你已经拥有荣华富贵，而我们也要去终南山闭关修炼了，就此道别，各自珍重。”说完，封老太和六个儿子就倏地消失不见了。而仲平虽然做了驸马，却依然不忘救治老百姓，潜心钻研医术，忠诚一待大家。可以说，只要心地善良，诚心诚意救死扶伤而不计回报，就一定会有好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